我個孫繫武就係美國華盛頓大學嘅教授，亦都係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嘅榮譽教授。咁我哋嘅遠景咧，就係希望咧能夠係為香港能夠開設到一個免費共享嘅，係家長、學生同埋老師一齊參與嘅咁嘅教育平台。咁而我哋係將我哋嘅小朋友嘅教育能夠大家全體市民一齊參與，咁係我哋嘅願景。而家依個仲裁計劃咧，其實我哋啱啱推出嘅啫。我哋希望嘅第一階段咧，就能夠推出係中文教育同埋中國歷史教育，就能夠有兩套教科書，包括係中文嘅同埋中史嘅教科書咧，就係能夠通過一個網上平台，就能夠讓大家免費共享。咁呢個第一個階段目標。咁啊，而家提出一個眾籌計劃，就希望咧就係能夠籌集200万資金，就先將第一步就係工作完成。咁喺個工作完成之後咧，我哋兩方面嘅工作，一咧就係依兩個科目嘅配套嘅輔助教材啦，希望能夠做到。同埋咧，第二個方向咧就係其他嘅教科書。咁我哋希望咧就有咗最初依個眾籌依200万能夠推出依兩套教科書之後咧，其餘咧就可以係有足夠嘅營運資金咧，就繼續能夠做到其他嘅科目。